指环送你一锅。还剩五秒钟，张宗宪罚球线飞了位，后仰的出手进。哇，这球是一个高难度的一个转身跳。哦，赛特夫现在在三分线外就对上李德威了，最后让德威发生的是横射击来了。先肯定不进球，张宗宪要第二度来单打。知道副班会做这种 pick and roll 之后的包夹，其他球员找了很多空档啊！张宗宪的信心完全防守，对 ，Jet 喷射机，三分线后面一步的起跳空心球，哇，好球！好，这个篮下的空档，张宗宪跑得好，哇，他好，再做一个地手传球给宗宪，换防之后，宗宪的正面打板有。哇，这球进的相当有高难度啊！哦，中线，张宗宪进攻时间剩六秒钟了。张宗宪面对防守的钱肯尼，出界！哇哦！进篮板，前面左边右边都有箭头，这是张宗宪球几乎滑掉，还是放进篮筐。这个球张宗宪抄到，前场跟林书伟两个再度配合。喷射机单节五分，不跟曾文鼎才慢慢跑到前场，打房东的遥远祝福大家没收到，换台湾喷射机有了，邵坤，这是他擅长的出手地方。对，不过由此在哇，好球，可以再看到Reid 在整个领航员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有多么大。张宗宪横式的出手打板进，哇。是一个 lucky ball， 对，哇，两队出手就非常有威胁性，对，而且他可以投得非常开，把整个攻击范围拉大。张宗宪绕过篮筐，来了一个 reverse 的出手。